见你。学长车技不错嘛，一看就是个老司机。老司机，我驾龄才3年，算不上。3年也是老司机。好好好，走走走，走喽。哎，这么早就到了。我的男神，我当然要比你早到了。哎呦，还你的男神呢？你长得这么丑，还跟我们抢啊？陆白是我的，陆白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礼物，希望你能收下它。收下它！干什么呢？明星见面会吗？这是一大群人不去上课都轰在这儿，像什么样子？看什么看？大庭广众之下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散了散了，上课去。陆白，你一定要等我，你要相信我，绝对不会花心的哦。嗯。老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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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陆白还挺受欢迎的。陆白，快。不错嘛，不错嘛，这么多小姑娘给你送礼物。小姑娘，明明是群女汉子。陆白，以后小心点。好了，别拿我开玩笑了，快去上课吧，我们不然等下就迟到了。好，谢谢学长今天送我们来上学。不客气，去吧去吧。去吧，拜拜拜拜。燕哥啊，顾寒怎么了？那个男的是谁啊？哪个？陆白啊，你肯定知道啊，我那场 cos 舞会造型第一名，仙气十足的那个。你当时不也在场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仙气十足的那个，就舞会那天后面挂条尾巴的吗？什么尾巴？就舞会当天他挂了一条尾巴，跟电动的似的，特别真。你看我这下巴还被他抡了一下。我看你是喝多了调戏哪个姑娘被抽的吧。还有什么事？对了，我看你跟那个蓉蓉和那个男的关系很好的样子。还行，他们住在我家楼下。他们住在你家楼下？他们住在一起？对对，我得去上课了。对了，中午有篮球集训，别忘了啊。住在一起？
不错。这样传球，这样，这样。OK， 我知道了，来，再来一遍。怎么了，顾华？今天不在状态。哎呀，没事，你们先练，我去找口水喝。你们好好练啊！来，大家开始练习了。顾寒，干什么呢？哦，喝口水，休息好了，继续来练习。蓉蓉，下午放学后，学校后山见。有事跟你说，不要打电话过来，不太方便接，看到请回复。好的。收拾完东西你就不见了。你，我们隔壁新开了一家新餐厅，好像蛮好吃的，我们一起去尝尝。我请客。哎，如月，你先去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What are you going to do？ 哎呀，你问那么多干嘛呀？是不是啊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 What secret can tell me？哦，你是不是要和我的顾寒欧巴去约会啊？陈如月，你脑子被门夹了吧你？你的顾寒欧巴，姑奶奶是一点兴趣也没有，赶紧把他捡走吧。哎呦，人家只是 set joke 而已。嗯，你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嗯，去吧去吧。蓉蓉啊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。不喜欢他。
柔柔。顾寒。柔柔，你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有话想跟你说。有话快点说，我还有约呢。有约？约沈燕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沈燕今天不在，是我约你来的。你约我？那信息是你发的？对，是我发的。神经！蓉蓉，到底干嘛？蓉蓉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我知道，可是我不喜欢你。蓉蓉，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思吗？三年了，我对你的心从来没有变过，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呢？没有为什么，我跟你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合适。不是一个世界的，我站在你的面前，有血，有肉，有感情，为什么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？仗着家里有关系，就挤掉了学生会的副会长，暗中找人把去年顶撞你的那个球员打得住院，还有去年代班的陈老师因为斥责你抽烟就被你逼得不得不辞职，这种事情你都干得出来，你还有脸说我们是一个世界的人吗？蓉蓉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跟你这辈子都没可能，听见没？为什么？是因为那个陆白吗？这跟小白有什么关系？小白，都他妈叫这么亲热了。哼，你这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啊？叫的亲不亲热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甩都甩不掉啊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跟他相比，我比他差在哪？这根本就是两码事。行了，沈燕不在，我也没空跟你多磨叽。好，那我也不跟你多磨叽了。你要干嘛？都他妈小白了啊！你说我想干嘛？你到底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能让你来，我就不可能那么容易让你跑了。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放开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怎么反抗都没有用，知道吗？打我！住手！你这个畜生！告诉你，畜生不畜生跟你没关系，赶紧滚，否则我对你不客气。哼，就凭你？好，找死！蓉蓉，你没事吧？陆白，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就是狂野飙车王嘛！我撞他撞他！我靠！加起来了！撞他飙车，揍你！哇塞！
耶，赢了！小木，没想到你才是老司机啊！啊，轮到你了，玩吧。好，让你见识一下啊！哎，这么壮！哎，回来了，蓉蓉。哎，学长跟你讲话呢，你怎么不理他呀？哎，你头发怎么搞的？怎么了？今天在学校外面碰到一个男生对他动手动脚，还好我路过看到，不然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男生？我们学校的？嗯，就是上次萧默说的那个蓉蓉的追求者。追求者？顾寒？什么？顾寒？嗯，不是他还有谁？只有那个畜生。他不会做出这么龌龊的事吧？怎么不会？你不知道吧？你也被扯进来了。我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你们是不是在一块了？对啊，今天中午我们篮球集训啊。他今天拿你手机给我发信息，说放学后校外见，结果我不见你人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对我动手动脚的，还把我衣服给扯烂了。我手机里没有看到信息啊，被他删了。可你早就被他删得干干净净的了呀。蓉蓉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去问清楚啊。他怎么会做出这种龌龊的事来？怎么不会？你问陆白。嗯。沈燕一说，我倒是有印象。今天在球场入口看到你和他打球，就是他没错。今天多亏了小白。不过你们是不知道，小白有多厉害，他就轻轻一抓，顾寒的手就怎么都抽不出来，然后他就一掌上去，打趴下了。顾寒竟然飞出去十几米远！啊，十几米远，什么鬼？对啊，十几米远，小白你怎么做到的？我练过气功。对对对对，就是电影里的那个什么什么掌。如来神掌。哦，如来神掌。啊？如来神掌？啊？如来神掌啊！站住！那个，是不是你欺负我姐了？哎，你别走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滚一边去！你不许走，不许走！你是不是欺负我姐了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你不许走！去你的！说清楚啊！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说说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
你自己做了什么龌龊事，你自己不清楚啊？你说小蓉蓉是吧？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吧？我把你当兄弟，没想到你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情。萧蓉是我朋友，你喜欢她我管不着，但你要欺负她，我绝不允许。你不允许？你什么东西啊？我尊重你，叫你一声燕哥，别他妈他把自己当腕儿了！我不需要你的尊重，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。滚！你没事吧？你打他没事吗？没事，他有什么冲我来好了。你们他妈给我等着！